就爱女主播遭九把刀老婆婚，中视男主播爱上 D 奶同事。九把刀与前中视主播周庭宇登记结婚之后，可谓把小三扶正的典范。当年被扫入风暴的中视主播陈志庚虽然婚，但新欢也接住报道，竟然又是同台的甜心 D 奶主播陈秀瑜，可见他已削去刀与配的阴影，继续他的办公室恋情。当年陈志庚落得即兴女友，周庭宇两头皆空。不过本刊最近接获读者爆料，他身边已经有新欢出现，而且竟然又是同台的女主播，名叫陈秀瑜。36岁的她长相很甜美，拥有被乡民称赞很凶的D奶好身材，姿色其实跟周庭宇不相上下。